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葵青地区康健中心 Facebook 直播健康 Follow Me。喺疫情下面，我哋一齐携手抗疫，知多啲，健康啲。如果想掌握最新嘅资讯嘅话咧，就快啲 follow 我哋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系今日嘅讲者社工赵生，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香港嘅支援服务啦，认识安老服务嘅。好，咁喺大家而家咧喺荧幕面前咧就见到我哋今日嘅题目啦。咁我哋系社区支援服务嘅系列啦，认识安老服务全面认识嘅。咁今日落去咧，我哋会有一啲嘅即系主题啦、流程啦，都系想即系特别同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咁我哋今日咧会即系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香港嘅安老服务嘅情况啦，认识呢一个长期嘅照顾服务、社区支援服务啦，同埋一啲院舍嘅服务嘅。最后咧，我哋都会讲简单讲一讲咧，现时一啲嘅统一评估机制嘅情况嘅。咁呢個咧就是我哋今日流程。好，首先講一講而家香港嗰個嘅安老服務嘅即係政策啦，或者大方向先。其實咧，我哋而家喺即係熒幕上面見到咧，就係社會福利處嘅一個網站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安老服務嘅專頁嚟嘅。咁你會見到好開宗明義啦。咁啊，佢哋見到就係而家咧，佢哋個目標都係話希望透過一啲唔同嘅支援服務，去照顧翻長者喺各方面嘅一啲嘅需要，提升翻佢哋嘅生活質素，盡量咧令佢哋留翻喺熟悉嘅社區環境裏面生活嘅。咁呢啲咧都係佢哋嘅目標。其實我諗大家都會有清楚都知道啦。其實最近呢一年或者跟住落去咧，香港成個嘅即係服務或者安老嘅狀況咧，都係即係漸趨老年化啦，社會咧都係即係向住一個高齡化嘅發展嘅。對於一啲安老服務嘅需求啦，都會越嚟越大，咁啊，所以咧，社會福利處對於呢一個嘅安老服務話咧，係非常之著重嘅。咁啊，我哋可以透過佢呢一段嘅文字裏面咧，都可以睇窺探得到啦。其實而家啲安老服務佢哋嘅即係一個嘅方向係點嘅？首先，你會見到綠色圈圈圈咗嗰度啦，佢話就透過一系列嘅支援服務。第二就係盡量留喺一個熟悉嘅社區環境裏面生活喎。咁呢個係講緊啲咩呢？其實咧，我哋一陣間落去都會講到，就係一啲照顧服務裏面分咗兩大類別，一啲咧就係院舍，一啲就社區環境裏面生活啦。咁而家我唔知道大家喺一啲即係施政報告裏面有冇聽到過？其實而家我哋嘅大方向咧，都係喺叫做居家安老啦，盡量留翻喺一個適合嘅自己熟悉嘅社區裏面咧去安老去生活。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香港嗰個大方向。試問其實如果我哋可以有選擇嘅話，邊個會想去即係老人院、安老院去住呢？安老院係其中一個選項，咁但係咧就喺我哋而家喺中國人嘅社會，喺香港嘅情況裏面咧，如果喺一個熟悉嘅環境裏面可以安老頤養天年嘅話咧，相信亦都係最多人想要嘅一個嘅即係方式嚟嘅。咁啊，社會福利處咧亦都係因應住即係香港社會個轉變啦，係啦，咁啊即係都去接翻。不同人士的需要的話咧，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咁我跟住落去咧，都會講解一下呢一系列嘅支援服務究竟裡面有啲咩啦。係啦，咁亦都即係想知道點樣去透過呢啲服務咧，去達到即係由喺社區裡面安老嘅一個目標嘅。好，咁啊呢一系列嘅支援服務究竟裡面有啲咩咧？係啦，咁我哋見到有三大點喎。咁呢三大點咧，其實都係社會福利處嘅即係資訊裡面可以揾得到。咁啊，呢一個安老服務包括咗長者嘅社區照顧服務啦，長者嘅社區支援服務，安老院舍嘅照顧服務。大家暫睇咧，其實呢三點咧個樣咧，或者係個即係個標題其實好類似，不過咧其實佢裡面所代表嘅服務其實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啊，一陣間咧我都到去同大家咧去詳細講解一下個噃。好，咁首先認識一下呢三類服務究竟裡面係啲乜先啦，係啦，咁個名咁似，好，可能你哋都會有聽講過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啦，顧名思義，社區照顧係啦，咁佢裡面包括咗唔同嘅一啲嘅即係服務裡面嘅，有例如日間嘅護理中心、綜合家居支援服務、家務助理啦，仲有一啲叫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個名其實係咪又係好長好難記呢？其實你只需要記住，大家記住兩點，就是中心為本和家居為本就可以了。我們講緊綜合家居支援服務或者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呢，其實都是去到屋企度呢
去為到長者或者照顧者咧去提供一啲家居上面嘅照顧嘅。係啦，咁有部分咧，咁就另外一款咧就係一啲叫日間護理中心。咁啊，聽到中心呢個字，大概都明白啦。咁就係喺一個中心裏面咧，接受一啲即係護理同埋照顧啦。咁你會見到呢一個對呢張圖表咧，呢個數字咧，其實都係社福福利署嘅一啲公開嘅資訊嚟嘅。咁你見到全香港裏面咧，有唔同嘅數量嘅隊伍啦，係啦嘅服務單位咧，都係提供緊唔同嘅一啲嘅即係社區為本嘅照顧服務。咁啊，一陣間咧，我可能會再詳細講一講解，即係唔同呢啲單位裏面嘅分別，同埋即係點樣去符合翻即係大家嘅需要嘅。好，咁啊，除咗之後照顧服務之外咧，我哋又講下社區支援服務喎。你會見到咧，社區支援服務有分咗三大類別：長者地區中心、鄰舍中心同活動中心。活動中心得翻一隊嘅啫，其實而家慢慢咧都開始轉型曬做長者中心、地區中心同埋呢一個鄰舍中心。係啦，咁我諗大家對呢兩類中心咧嗰個認識可能會多少少，成日都聽到啊，去即係老人中心啦、長者中心啦，係啦。咁呢一樣係咩嚟嘅咧？係啦，咁呢一個咧，稍後我又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其實裡面有啲少少分嘢啦，同社區照顧服務有啲咩唔同咧？係啦，咁係咪淨係去玩嘅咧？係啦，咁呢一個咧都可以去同大家去即係認識多少少。到最後啦，咁我哋又講一下一個即係安老院舍嘅照顧服務。係啊，你又見到咧有五大類別嘅喎，又叫做津助嘅安老院舍啦、津助護養院舍啦、合約院舍啦、護養院嘅宿位加買位啦，係啦，同埋改善買位嘅私營安老院啦，五大類別。咁觀眾可能咧聽到呢度會覺得有啲混淆啦，有咁多款院舍點分啊？都唔需要太擔心，一陣間我又會即係好概括咁樣講，係啦。咁其實只係分三類就可以啦。咁稍後一陣間時間咧，我又會再即係同大家再去講一講，即係安老院舍嗰個嘅情況係點。其實咧，而家香港裡面嘅唔同嘅照顧服務咧，裡面可以分咗好多，亦都可以好細，係啦。咁為免即係大家即係初次去認識混淆咧，我就即係簡略去概括講一啲核心嘅服務就可以啦。好，咁講到核心服務咧。你見到咧，而家得兩個大框框嘅啫，係啦。咁如果有參加到我哋一啲即係網上嘉年華嘅朋友咧，咁亦都可以留意得到。其實我哋其中一條問題咧，就問啊，而家啲長期照顧服務咧，究竟包含咗啲乜？係啦，咁長期支援服務咧，我哋叫做 long term care 啦，係啦 ，LTC 嘅服務。咁好似頭先咁樣講啦，裡面兩種咧就係、是、社區照顧同埋院舍照顧，係啦。咁即係留翻喺社區上面啦，或者係即係再差啲。就去院舍啦，咁裏面包括咗就係綜合家居支援、改善家居、日間照顧中心，係啦。院舍裏面咧，護理安老院、護養院同埋買院思維啦，係啦。咁簡單分咗呢幾樣咧，大家會容易啲去理解嘅。好，咁所以咧，如果有一啲問題上面問大家啊，究竟裏面而家長期照顧服務 （long term care） 裏面包咗邊兩隻？咁有一個選項咧，就係、是、社區照顧服務同埋院舍照顧服務就得噶啦。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啊，而家即係見到個服務裏面有咁林林種種，好多個單位係啦，又家居照顧，又中心照顧，又院舍照顧，係啦，堆喎、哦。其實我自己都有需要喎、哦，係啦，或者屋企人裏面都可能有啲咁嘅需要喎、哦，退化老化啦。咁邊度可以申請得到啊？或者有啲咩手續嘅咧？需唔需要收費咧？係啦，呢三個問題可能咧都係一啲好常見啦，係啦，一啲即係會員啊，或者一啲即係參加者觀眾想知道嘅。咁我哋又會去一即係講一講啦。好，咁喺邊度裡面咧，去即係申請到呢啲叫做 LTC 嘅照顧服務咧？係啦，咁我哋可以睇翻咧，我哋又見到一大撇字喎，係啦，呢一大嚿一大段嘅字咧，咁啊裡面其實都係揭露咗喺社會福利署嘅網站一啲公開資訊裡面嘅。咁你見到啊，喺中央輪候冊咩嚟嘅咧？一陣間又講下。係啦，去申請呢一啲嘅即係長期護理服務嘅時候咧，可以聯絡任何一個嘅辦事處喎。包括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鄰舍中心，甚至乎一啲其他嘅單位，保護兒童科啊、輔導單位、老福者服務都會有。係啦，咁我哋有一條喺網上面嘉年華咧有一條問題啦，咁就話啊，究竟我喺邊度可以申請呢啲服務呢？咁你大家要留意喎、哦，家庭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支援中心等等咧都有嘅喎、哦，咁需要知道啦。咁但係咧，家庭中心同埋醫護社會服務部咧，個申請嘅狀況咧係有少少唔同嘅。
醫務社會服務部一聽都知啦，係啦，喺醫院裏面嘅。咁我哋多數叫做服務一啲叫做住院嘅病人，係啦，一出咗院嘅話咧，其實佢就唔適合喺呢一個單位裏面申請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唔特別去講呢一度。家庭服務中心亦都係啦，咁啊，作為一啲出咗院，喺一啲甚至乎有啲私人老人院裏面嘅朋友咧，就可能需要去到呢一個家庭中心裏面去做出申請。咁我亦都唔喺呢度講啦，我哋今次講最直接簡單嘅。就是这个长者地区中心和邻舍中心就得了，其他的单位呢我相信大家听来之后会有点乱，是啦，那我们继续在集中在长者中心和一些邻舍中心里面知道了。好，那我们最后呢来到有一个图表，是啦，那因为其实呢我们的服务里面都林林种种啊，有这样单位，有支援服务，有照顾服务，有院舍，是啦，那其实一时间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很难去整理得到究竟个状况是怎样的。这个图表呢都 是我设计给大家去方便去理解啦，是啦，包括了由长者支援服务的脉络究竟是怎样申请去到下面呢，你会看到有一个流程图的。刚才我们一开始都有提及到在、如果大家想申请这些叫做长期支援服务的话呢，是可以其中一个地方就去到长者地区中心或者是长者邻舍中心，是啦，咁呢啲系属于支援嘅服务嚟嘅。咁你去里面咧，同负责嘅当值社工咧，去提出翻申请嘅话咧，咁就可以按你嘅情况获分流嘅。咁但系我哋头先讲到啊，喺获分流里面都有一个步骤要做嘅噃，系啦。咁我点知嗰一位老人家系啦，咁佢需要长者嘅，即系佢想住喺、用翻社会一啲社区照顾服务啊？定入住院舍呢，是啦。咁你可以见到呢，我哋中间粉红色其实有个叫做安老服务嘅统一评估机制啦，是啦。咁一个统一评估，咁就係透过一个我哋叫做国际标准啦，係啦，一个嘅评估工具去了解返老人家同埋照顾者佢而家即係喺社区或者屋企里面呢居住嗰个情况，係啦，佢身体退化嘅情况，去作出一啲客观嘅一啲嘅标准。睇翻啊，究竟佢而家依照佢自己嘅照顧能力、自理嘅能力，可以應該適合邊一類型嘅服務呢？如果相對一啲咁得出嘅結果咧，就會安排佢去轉介去唔同嘅即係單位裏面咧去跟進接受服務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統一嘅評估機制咧係必須要做，係啦。咁頭先我哋有其中一條問題就問啊，呢一啲嘅申請服務。做呢啲評估其實需唔需要收費㗎？係啦，咁我喺度可以話俾你聽咧，其實就唔需要收費嘅，費用係全面嘅，係啦。咁但係落到去一啲照顧服務裏面咧，咁都係需要有收費嘅部分嘅。咁但係大家需要知道啦，我今日同大家講嘅全部都係一啲社會福利處資助嘅項目嚟嘅，全部都係一啲政府嘅服務嚟嘅。咁所以佢裡面嘅收費咧，其實都好低，亦都好平嘅啫。咁稍後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埋嗰個嘅服務收費嘅情況係點啊，俾大家有個參考。好，咁我哋而家認識咗啊，總之入去呢一個即係長者中心裏面提出申請揾社工，係啦，咁做完評估之後咧，咁佢會按你嘅需要分流啦。呢個就係暫時我哋得出嚟一個嘅即係資訊啦。好，咁呢一個評估其實係點樣㗎？係啦，你可能會問趙先生。咁啊，呢一個咧評估內容同埋呢一個程序咧，亦都係一啲公開嘅即係社會福利處嘅資訊裏面可以揾得到嘅，係啦。咁啊，評估員我哋講緊即係 assessor 啦，係啦，會根據翻申請人，即是老人家嗰個自我照顧能力、身體嘅機能、記憶啊、溝通嘅能力啊、行為情緒啊，唔同方面一啲受損嘅程度、退化嘅程度，佢而家嘅健康狀況，甚至乎佢而家生活緊嘅環境嘅危機。同埋啊，處理日常生活嘅能力，例如佢要出街買嘢、沖涼、去覆診呢啲等等唔同嘅能力裏面咧，去再出一個好全面嘅評估。做完呢個評估，就會基本上知道佢需要接受咩程度嘅人嘅照顧，或者佢照顧程度去到邊度嘅。咁啊，作出一個評估之後咧，就會跟住落個流程去跟隨申請啦。咁啊，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個程序就係你會見到嗰個漸咗一兩行下啦。首先就是啊，個老記可能身體狀況差咗咯，日日變差，係啦，大家都知啦，年紀大咗，身體真係可能一日同一日都唔同噶啦。咁啊，根據佢狀況咧，咁啊要提出申請噶喎。點解會喺身體變差之後先提出申請咧？
大家會唔會有諗過呢個問題呢？啊，如果我好人好者係啦，啊，我身體 OK 嘅，我可唔可以都曬咗申請呢？其實佢呢度又講咗一個，即係有個暗示俾大家咧。其實如果你嘅身體暫時都仲係可以自行自理得到咧，佢唔建議你申請嘅，因為照顧服務嘅原則係咩呢？就因為佢有需要先去提供呢個照顧俾你嘛。如果你個身體根本冇退化，你自己照顧到自己嘅話咧，咁即係暫時你係未需要呢一個相關服務咯。係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好多老嘅都以前都走過嚟問我啊，趙生我好擔心喎，我都唔知道我五年、三年之後個身體狀況會唔會點，甚至乎可能聽日我突然之間中風，或者我跌斷咗啲腳，咁點算咧？係啦，我跌親老人家跌親嘅話之後就退化得好快㗎啦嘛，係啦，咁可唔可以申請定㗎？咁我個答案咧就唔可以嘅，因為佢做評估嘅時候咧係要睇翻你而家暫時呢一刻嗰個嘅能力嘅。如果你嘅能力好嘅話，其實佢可能最後冇服務提供都得嘅，係啦。咁所以佢就建議即係睇翻你而家按住你實際需要去做翻邊一部分，佢先去再幫你去轉介嘅。好啦，到第三步啦，啊，你提出申請之後咧，其實仲有一個初步嘅甄別嘅喎。負責工作員啦，即係負責嘅社工啦，係啦，咁啊佢都會初步去睇一睇你嘅情況先，因為咧你向佢提出個案申請嗰位嘅社工咧，就會跟住你個個案咧。長期由佢 follow 噶啦，係啦，咁佢都會知道啊，你嘅需要係啲乜，先再向社會福利署再提出申請啦，一路跟進啦。咁佢都知道，所以第一關咧，你要過咗佢先嘅，係啦。如果你見到哇，又自己識行識走，跳跳扎扎，係啦，只去買餸機力噶啦，完全 OK， 仲叻過我嘅，咁佢咧就一定唔會俾你過咗呢一關嘅，係啦。咁如果過咗佢之後嗰關咧，就會再透過呢個評估員上門家訪啦，係啦，就睇埋屋企環境啊。照顧者啊、患者啊、長者啊，嗰一啲嘅身體情況咧，去再出一個評估啦。咁就我哋頭先想講咧，裏面嘅統一評估。個兩統一評估咧，其實我哋有個名俾佢嘅，叫做 MHC， 係一個家居裏面一啲照顧能力嘅一個嘅即係簡單嘅評估嘅工具啦，係啦，佢雖然叫簡單，但一啲裏面其實都好詳細嘅。咁最後啦，得出嘅結果咧，佢仲會同你解釋翻啊，而家呢個情況係點樣啦。佢根據你個狀況去話翻俾你知有邊一啲嘅服務係啦，係可以跟進得到或者就應該轉介，而最後咧佢幫你定翻一啲照顧嘅計劃嘅，係啦，大家都預計得到啦，係啦，長遠嚟講咧身體會持續退化，係啦，咁佢需要去到邊一啲即係照顧咧，係啦，咁佢幫你定一啲咁嘅 planning 嘅喎，係啦，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佢可能最後澄清翻長者或者照顧者一啲嘅健康需要、實際需要咧，去幫佢作出啲安排。咁呢個就成個過程嚟嘅。好，咁大家都即係去到呢度咧，咁都開始明白啦。如果有唔明白嘅地方咧，都可以再即係打電話或者同翻我哋講嘅。好，咁講於呢個社區照顧服務裡面咧，我哋一望到裡面啊，其實有三款最主要嘅服務係啦。咁都略略同大家講解一下啦，係啦。咁社區照顧服務，顧名思義喺社區裏面去做嘅發生嘅，即係一定唔係入住院社啦。咁社區裏面有邊兩款啊？我頭先有講到家居為本，即係 home base 啦，或者中心為本，我哋叫 centre base 嘅一啲嘅照顧服務啦。咁裏面又有綜合家居支援、改善家居支援，同埋即係照顧日間照顧中心啊。你會覺得啊，完全都係支援好煩喎，有啲名又有啲咩唔同呢？頭先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一齊已經即係講過一個叫統一評估嘅機制。個統一評估嘅機制裏面咧，會話俾你聽，你而家嘅身體狀況係邊一種嘅缺損喎，係有邊一種嘅退化。咁你要見到啦，綜合家居支援服務，我哋叫簡稱 IH 啦 ，Integrated Home Care（IH）。咁咧，佢就會有一個叫做輕度或者中度嚴重個案嘅情況嘅。係啦，咁即是話你做完呢個評估之後，啊，發現原來你自己係一個輕度嘅缺損，咁佢都可以適合用呢一個嘅服務。中度或者嚴重缺損嘅咧，咁佢就可以進入一個叫體弱個案，係啦嘅一個支援嘅。咁至於啦，啊，中度至嚴重嘅話咧，咁甚至乎可以入去呢個改善家居支援服務添。改善家居咧，其實一個照顧程度上面更加高嘅，佢包括咗。裡面講緊係一啲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啦，係啦，咁都會有涵蓋在內嘅。而普通一啲嘅家居支援服務，講緊綜合家居支援服務咧，純粹可能會為你提供就係送飯啦、普通沖涼啦、一啲嘅簡單護理啦，係啦，咁陪診啦、購物等等嘅一啲嘅服務，
因為你佢會評估你可能未必可以喺現時嘅情況之下治理得到，咁佢就會為咗你嘅情況咧，去幫你做一啲嘅即係支援啦。而改善家居咧，就係你個即係缺損程度開始去到嚴重咯，你可能需要更加高程度嘅護理，而你又唔想入去院舍度住，或者我淨係中意喺屋企嘅啫，咁你就可以選擇改善家居服務啦。咁至於中心為本又係啲咩嚟嘅咧？係啦，啊唔知大家有冇見過或者係睇過咧？好似每日朝頭早喺屋企樓下都會有啲院車或者一啲嘅。一啲嘅即係復康嘅巴士咧，咁其實咧嗰啲係類就係、是、日間照顧中心其中一個類別啦，係啦，裡面提供嘅地方啦，就好似小朋友翻學咁樣嘅，佢會去到屋企樓下裡面咧接老人家，係啦，咁啊上咗車之後咧就送到去中心裡面咧去接受照顧，咁中心裡面其實都會提供好多唔同嘅照顧服務啦，係啦，一啲護理嘅服務啊。基本上的運動啊、物理治療啊、係啦、認知障礙啲嘅訓練啊等等，佢哋都會有。咁啊，去為到一啲中度甚至嚴重缺損嘅老記咧，去提供照顧，去舒緩咗一啲照顧者嘅壓力。你可以選擇一個禮拜一日，或者甚至乎六日嘅一啲嘅即係照顧都可以嘅。係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要睇翻中心嘅社工同你去同照顧者或者長者去定嘅一啲嘅個案啦。咁係我哋可以睇得到喺社區照顧服務裡面咧。其實不論由輕度至到嚴重的話咧，都可以有揾到相應的服務咧，去提供一些支援。只要咁，即是話有些人仔有些老記啊，我不想住院舍啊，我仲係好想留翻喺屋企裏面住，係啦，咁家人都同意嘅，咁可能咧就會需要考慮長者嘅即係社區照顧服務啦。我有人上嚟送飯，我有人上嚟幫佢沖涼，甚至乎有啲簡單嘅即係傷口護理。係啦，做一啲物理治療，係啦，家居安全環境嘅改善，係啦，等等咧都可以喺呢一個社區照顧服務裏面得到滿足。係啦，咁啊呢一個就係社區照顧服務個目的啦。我哋一開始要記得翻就係香港而家嗰個安老服務嗰個嘅大方向咧，就社區為本啊嘛。係啦，盡量都拖長咗喺社區裏面照顧嘅時間，減低入住院舍嘅即係時間或者機會啦。因為始終院舍服務。大家都知啦，入老人院住有邊個係真係真心中意咧？全部大家都係一啲無奈之下嘅一啲嘅決定嚟嘅，係啦，真係屋企裏面冇辦法照顧到，或者係嗰個護理程度太嚴重，屋企人都根本處理唔到嘅時候咧，院舍服務係其中一個選項，係啦，咁但係盡可能咧留翻喺自己嘅屋企裏面一定係最舒服同埋最開心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啲未來服務發展嘅方向啦。好，咁啊至於。講咗咁多，係啦，我哋又講下院舍照顧服務喎。院舍照顧服務咧，又另一樣嘢嚟噶啦噃。我哋頭先講緊話啊，改善買位私院、護理安老院、護養院啊，又有唔同嘅一啲嘅即係照顧程度喺度噶噃。咁啊，亦都係滿足翻即係大家嘅一啲嘅需要啦，係啦。護理安老院同埋改善買位咧，其實我就喺度寫翻啦。咁啊，都係一啲中度缺損。而未可以自我進行一啲自我照顧起居嘅人士啦，而護養院咧，我哋更加嚴重啲啦，叫做 nursing home 啦，係啦，咁啊嚴重缺損嘅人士咧，先可以入住嘅。咁你會見到咧個每月嘅收費嘅情況嘅，咁呢個收費其實咧都係公開噶，咁喺社會福利處嘅網站上面其實全部可以揾得到。今年咧護理安老院嘅收費佢係寫緊2060啦，2060蚊啦，而護養院咧就2054。大家可能會覺得很伶仃，其實這個伶仃的數字是根據每年的通脹它會再調整的，那所以它有這個狀況，是的，那這個呢是給大家參考的，那但是確實裡面有部分的院舍呢可能會收貴多幾百元，是的，那這個呢甚至乎收便宜一點，是的，那這個呢你要跟回即那個的單位去再澄清回了，不過這個是社署裡面公布一個大體他們 一個的建議的收費時間 的項目來的，這樣的。好，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即係院舍照顧裏面嘅情況啦。大家可以望埋咧，而家好多時候我諗最關心嘅就係、是、啊，我排老人院舍，咁要排幾耐㗎？係啦，好多時候咧，好多人申請服務嘅時候都會問趙生，都會問我啊，究竟排幾耐咧？係啦，一般嚟講又話好似排好耐，有啲又好快喎、哦。隔離啊陳師奶又話一年又唔使，又入咗又人幫到手咯、哦。有啲又話啊排成5年都未得。咁究竟咩情況呢？
咁我哋有睇翻社福利處嘅一個即係公開嘅數據，係啦。咁啊，2021年啦，1月31號為止咧，係啦。咁啊，個資料顯示咧，平均嘅輪候月份係啦。咁啊，津助院舍合約院舍，即係我哋講緊護理院啦、護理安老院啦，係啦。咁啊，都要排緊41個月，係啦。護養院即係高程度嗰種嘅即係院舍咧。係排緊26個月嘅，呢、这個只不過一個平均數嚟嘅啫，係啦，一般嚟講，即係講緊3年至2年度啦，係啦，咁啊有同實際情況可能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就牽涉到你喺選擇院舍嘅時候嗰個嘅情況啦，因為大家如果有申請過院舍，可能都會知道會問你想要邊一區或者邊一間，係啦，咁有啲人可能話啊冇所謂，全香港我周圍都去，有啲人話唔得，我淨係要申請某一間嘅啫。咁都會影響到你嗰個輪候月嘅時間嚟嘅。咁大家呢個就基本上即係認識下知道先啦。詳細情況咧要同翻跟進你個案嘅社工咧去再傾翻啦。好，咁啊改善買位啦。啊買位成日都聽到，究竟係咩嚟嘅咧？係啦，買位其實實質上面咧都係一啲政府資助用緊政府錢嘅即係宿位嚟嘅。咁但係咧佢就並唔同，好似頭先我哋講緊護養院或者護理安老院咁，係一啲全資助政府津助嘅院舍嚟嘅。佢係本質咧係一啲私人嘅老人院，不過咧政府因為冇地方嘛，係啦，我哋成日講香港有土地問題，係啦，起唔到院舍，咁佢咧就會用呢一個即係政府嘅錢咧資源咧，去向呢啲私人院舍咧資助佢。例如你院舍裏面有100個位，我需要50個。係啦，咁就俾咗錢你啦，咁就分甲一、甲二，係啦，根據佢嘅即係人嘅樓面嘅面積啦，係啦，咁啊裡面唔同專業人士嘅人數啦、服務質素啦，去評咗級嘅，咁佢就去買咗呢50個床位咧，就俾翻我哋輪候緊院舍嘅老人家去住啦。咁所以咧，佢相對嚟講咧排嘅時間係快啲嘅。我哋可以望翻上面呢個表，係啦，改善買位嗰度咧，其實平均排緊8個月嘅啫。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啊，你聽到隔離陳師奶講啊，佢個媽媽或者佢奶奶係啦，排1年到嘅啫，係啦，咁但係又聽隔離阿三叔講咧，佢又排緊可能3年都未得嘅喎，咁所以就睇緊佢願意接受嘅係邊一種嘅即係院舍宿位啦。咁呢個咧就即係俾大家有個知道。咁啊，聽到私人院舍咧，大家可能都會有啲唔係咁好嘅印象出嚟啦，係啦，咁但係政府買位咧，大家都可以有個安心喺度。因為政府買位嘅意思就係嗰間私人院舍收咗政府錢，咁收得政府錢咧，就真係要俾翻相應嘅質素噶嘛，係咪？咁啊，佢會有好好嘅一啲嘅管理啦，係啦，監管啦，咁啊會去保障翻一啲佢哋買位嘅一啲嘅質素質量嘅。咁所以咧，佢雖然未去到津院嗰個嘅咁優質嗰個狀態，咁但係咧其實都唔差嘅。咁收費嗰度咧，其實你哋大家都可以望到啦。咁啊，都係社福利署一個嘅數字嚟嘅。咁啊，見到就係每月收費咧，就係甲一嘅話咧，就1763；甲二嘅話咧，就1656。係啦，呢個都啲參考數字。咁呢個當然只係講緊包括宿位同埋三餐啦。如果你有更加多可能一啲尿片或者一啲營養補助奶粉，係啦，一啲即係家庭素等等嘅一啲嘅即係收費咧，可能嗰度咧就另外再要去計算嘅啦。好，咁啊，講咗好耐，講咗好多啊，好繁複嘅院舍長社區照顧係啦。咁啊，可能有啲人突然之間會諗起，如果我用緊社區照顧服務，身體再差咗咯，係啦，咁啊變化可能有隨時有變化嘅喎，咁我可唔可以仲可以申請更加高照顧程度嘅服務嘅咧？係啦，我而家用緊日間照顧中心嘅咯，我再差咗，屋企人照顧唔到我，咁我可唔可以去申請院舍㗎？甚至乎我而家送緊飯。啊，但係呢兩排嘅話咧，我想去院舍裏面住下先，係啦，甚至乎我想去日間中心裏面去有人幫手睇住我，我可唔可以申請得到咧？係啦，呢個都可能其中一個可能會有常見嘅問題嚟嘅噃。咁啊，答案咧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啊，大家可以有睇下呢個表喎。係啦，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做緊呢個嘅統一評估啦。係啦，咁喺社區照顧服務裏面，可唔可以再啊？我身體情況變化咗。可唔可以上去院舍裏面照顧㗎？咁係可以嘅喎，有個加號同埋個剔號喎。點解會有個加號咧？嗱，呢度咧，趙生又提一提大家啦。
喺前兩年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其實社署咧都公布過一個嘅跟住落嚟一啲安老服務嘅安排咧，佢就打算咧就將兩條即係社會照顧、社區照顧啦，同埋院舍照顧咧嘅隊伍申請嘅隊伍咧就分開，係啦。咁但係之前咧係一直都係可以同時間排曬兩樣嘢嘅。咁啊，近排咧我都問翻一啲同行啦，係一啲朋友啦，係啦。咁啊，而家暫時咧佢哋都未推。即係要將兩條隊分拆嘅呢一個嘅即係情況，暫時咧你可以喺長者中心裏面咧都可以申請晒兩樣兩邊服務，即係話你既排緊日間中心之餘，又可以排埋院舍。咁啊喺入住院舍之前咧，攞去用緊呢啲服務都得嘅，係啦。咁啊甚至乎你淨係排咗呢一個嘅日間中心啊，你想加埋再排呢一個嘅安老院舍咧，而家都係可以嘅。係啊，咁但係日後咧有機會就分化開，咁呢個就即係都適時要睇翻政府一啲嘅公布啦。好，咁啊，頭先我哋講緊就係一啲成個服務安老服務一個嘅大囊嚟嘅喎，我哋見到新嘅一張即係一個版面咧，你會見到有日間暫托，加咗住宿暫托，社區照顧服務券，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咁又係咩嚟嘅呢？我相信好多參加者或者好多觀眾啦，都有聽過社區照顧服務券呢樣嘢嘅。咁可能都同大家講一講啦，係啦。社區照顧服務券係啦，呢一度啦，我就睇翻一啲社會福利署嘅資訊，係咪可以隨便自己去提出申請嘅呢？好多人都會咁問我。咁啊，答案呢，我哋望到就係話社署會直接向中央輪候冊上面。合資格嘅長者發出邀請信，咩意思呢？意思即是話你唔能夠向社署提出申請，係社署會同你去邀請你去參加。咁即是話你唔能夠自己去同佢講話啊，姑娘，我想申請，佢答你唔到嘅。係啦，你只要無端端有一日喺屋企個信箱裏面收到封信，原來社署見到你啊排咗呢啲服務都一段時間咯，仲未有。咁佢叫你啊，不如我俾住一啲叫照顧券你嚟去用啦，咁樣嘅啫。好，咁呢一類啊，呢、這個照顧券一陣間我又再講一講。好，咁啊，關於院舍照顧服務券又係同類型啦。咁啊，又係會根據翻長者喺長期護理服務申請嘅日期咧，向部分嘅合資格長者發出信件嘅啫。咁即是話你淨係排緊院舍係啦，又未到係啦，中央決選嗰啲朋友仔啦。咁佢哋會咧，俾住呢一啲嘅服務券你啊，睇下你會唔會用住先。咁個服務喺邊度咧？有啲咩唔同咧？係啦，咁大家都可以，其實可能都好混亂，係啦，可以認識下。其實咧係可以，其實佢而家用緊一個叫錢跟人走嘅一個方法嘅。你攞住呢啲服務券嘅話咧，攞去唔同嘅服務單位裏面咧，去同佢哋買服務。係啦，你即是話我自己揸住錢，以前咧你入咗。例如我哋入咗日間中心，入咗改善服務，入咗院舍之後呢，你入咗去，你想退出呢係唔得嘅。你如果退出咗之後嘅話呢，你要重新翻去社區裏面呢重新申請。咁有啲人呢就覺得，哇！咦，咁都好硬性喎，我就一就食，一就唔食嘅啫。咁我點知我啱唔啱㗎？係啦，我入住咗院舍之後，我分分鐘覺得唔得喎，我真係接受唔到我住院舍。係啦，可能我仔女成日話覺得 OK，咁啊請個工人俾我翻屋企住。都有咁嘅機會嘅喎，咁但係而家呢，咁佢有呢啲照顧券話呢，變相你揸住咗呢個照顧券，有啲錢喺手，你咪同唔同嘅院舍合資格院舍登記咗院舍去參加咯，去試下住，係啦，甚至乎我可以試下日間中心嘅服務，我又試下呢一個即係送飯嘅服務，啊覺得邊款啱我或者邊個單位做得好，咁我用嗰間咯，例如啊 A 單位 A 機構。提供嘅我用緊同一樣價值嘅金錢得到嘅服務呢，比 B 機構更加多，咁我就可以選擇 A 機構啦。甚至乎 A 機構個態度啊，服務嘅質素正，係啦，我更加中意嗰邊嘅姑娘，我又去揾佢哋咯。咁變相你就可以跳來跳去，係啦，咁更加好切合到我哋而家即係服務使用者可以選擇嗰個嘅需要喺度啊。咁啊變相唔需要話啊入咗去你一就要一就唔要，係啦。唔要嘅話，你咪重新排過咯。以前就會變咗有呢一種嘅冇咁彈性嘅情況出嚟嘅。咁有呢個好處係啦。不過呢，雖然講到呢個服務券咁好啦，咁但係呢，
都唔係你自己可以主動能夠去申請嘅，係啦，而家都係即係被邀請先得嘅啫。好啦，咁我哋呢又返返嚟呢個圖片裏面呢，就會知道而家我哋所裏面嘅服務係包括咗邊一類型啦。有講緊係日間我哋仲有日間暫託同埋住宿暫託未講到下。日間暫託又係啲咩嚟嘅呢？其實又係回應緊部分一啲老記嘅需要喎。我哋成日講啊，要申請日間中心，又要去做評估，又要申請，又要輪候好耐喎。但係我點知道我聽日會唔會突然間中風，我突然間整斷咗隻腳，我想去中心冇人照顧我，咁點算呢？其實而家呢有一個叫日間暫託服務啦，只要你適合嘅話呢，做個評估 OK， 咁你都可以同佢哋同你負責社工去提出一啲申請啦。咁呢一個呢都係而家現程度之下呢可以接受到嘅一啲嘅方案嚟嘅。咁個收費其實都好平嘅啫噃，因為佢社署津助服務嘛。咁每日呢只係收你41.5，咁就係包咗你一日你嗰個午餐啦，係啦，你嘅院車服務啦，裡面中心一啲嘅照顧服務佢都包咗嘅。係啦，咁呢個呢詳情你可以同你附近中心嘅即係負責嘅社工去再去了解返啦。住宿暫託亦都係啦。主要暫託就係話啊，我有朋友或者我嘅仔女啊，突然之間因為有工作或者係各方面嘅情況咧，唔能夠喺度照顧到我，或者我要去外遊，我要放低我嘅長者，係啦，要揾人全天候睇住佢嘅，咁又點算呢？係啦，都有啲暫託嘅服務可以幫手喎，咁啊可以去一啲院舍裏面咧，係又去即係提出申請啦。不過呢個又係要同即係負責嘅社工做一啲轉介啦，係啦。咁個收費亦都係標明咗喺度㗎喇，安老院舍、護理安老院舍、合約院舍係喇，咁其實都係62蚊至到72蚊度，最平呢安老院舍宿位係52嘅啫。咁但係佢哋全部呢啲暫託宿位呢都係有我哋叫做有限額嘅，係喇。咁如果俾人用曬，你拍門你搵啊搵我或者你搵你負責社工，其實佢哋都未必幫到你，咁所以就要了解返佢哋有冇咁嘅空缺。咁呢個詳細情況你可以再嚟揾翻我哋啦，係啦，或者係翻去你中心嗰度，係啦，揾翻你負責社工去查詢嘅。好啦，咁講咗林林審審一大堆唔同嘅一啲嘅照顧服務啦。咁講到最後，我哋講下我哋頭先一開始咧冇提及到嘅一啲嘅即係長者中心或者鄰舍中心一啲嘅服務啦。呢個咧就係一啲長者嘅支援服務嚟嘅。咁裡面包括啲咩呢？呢啲字眼全部都喺社會福利處嘅即係公開資訊裏面揾到噶。咁你會見到社區教育、健康教育係啦，發展性嘅活動、義工發展、康樂社交、支援隊伍、照護老者、認知障礙症嘅教育支援，甚至乎咧飯堂嘅膳食都有喎。咁大家聽到呢度咧，會唔會覺得啊？同頭先我哋日間中心、院舍服務、送飯服務嗰度咧，好唔同啊？所以我哋睇得到咧，呢一堆。明顯咧，佢嘅定位就係一啲缺損上面比較輕度、比較叻嘅老友記，係啦，自理能力好嘅，可以用得到嘅服務。咁我哋睇翻呢個表啦，由不同嘅唔同嘅缺損、唔同嘅退化咧，其實你都可以揾到一啲適當嘅服務去照顧翻自己或者係照顧翻你嘅屋企人嘅。咁呢個咧就係香港而家暫時一啲即係長者服務嘅一啲嘅設計嚟嘅。咁啊，總之你係有唔同嘅服務需要咧，其實佢都盡量去滿足你。咁呢一個就係而家個狀況啦。好，咁去到呢度咧，可能大家都會即係有需要啲時間去消化，或者有唔明白嘅地方。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多啲，想得到更加多嘅一啲嘅支援，甚至乎啊，我已經屋企裏面有老記，有想去申請呢啲服務，而我又唔知點算喎，係啦，咁你哋都可以咧去打我哋中心嘅一個直線電話啦，係啦，1-878-222啦。是啦，向我哋查詢翻嘅，甚至乎啊，我哋可以幫你提出翻一啲轉介都可以，係啦。咁如果有唔明白嘅話咧，可以向我哋去再了解。咁今日就係感謝曬大家啦。咁咧，今日嘅節目咧已經去到呢度完結啦，希望對大家有幫助。我哋聽日會繼續有健康 Follow Me， 知多啲健康啲嘅。聽日會喺3:30嘅時間有直播。咁個主題咧就係長者口腔護理，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密切留意啦。如果唔想錯過我哋嘅節目嘅話咧，就記得 like 同埋我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